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准收看今天的稳操胜券节目齁。那当然今天的一个加权指数啊，在电子股啊，包含全职股跟 AI 啊散热族群啊带动之下齁，这个大盘啊还是呈现啊非常强的一个走势齁。可是你看昨天这个美股啊，这个三大指数啊，尤其是费城半导体啊，这个修正的幅度是蛮大的齁。所以说今天早上啊还没有开盘之前啊，其实投资人的心情上面啊，他是比较忐忑不安啊齁。好，这个地方请注意齁，早上在这个地方它是有变化的齁，因为早上一开盘齁，直接带量下杀。很多人觉得说美股下跌，台股齁它会怎么样，它会重挫齁。这个想法齁在之前是对的，放到今天的话可能就是错的齁，因为台股目前为止啊，多方支撑，所以说这个修正的幅度大概只有140点啊。然后你看到盘中对不对？高价股、全职股、啊散热股，啊一直到尾盘，啊大涨了112点啊，再创了一个波段的一个新高。所以说很多的一些经验值啊，其实你是在盘中不断的去累积啊，啊不断的去累积啊。这个地方判断力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齁。那当然我们今天的话齁，有些旧的股票已经卖掉了嘛。亚细卖掉了啊，正发卖掉了，秦雅卖掉了，新复星卖掉了齁。最少的话齁都是获利 20% 以上，最多的话都是80-90% 齁。那当然这些都是旧股票齁，我们不可能说每天去买股票嘛。我们一定是把旧的卖掉，资金回收以后哦，我们去买新的股票哈。那当然，现在投资人那看到这个加权指数啊，对不对？涨那么多了，啊，现在还在嘎空手，他也不会进场，啊。但是严老师必须要告诉你啊，你现在把加权指数先放一边，不然你看着加权指数的话，你大概就不会去买股票，啊。严老师非常肯定的告诉你，非常肯定的。告诉你，不然你就是要等拉回再买齁。但是还有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法，就是说你现在去留意到现在从底部开始起涨的这些股票齁，就是你未来的一个选择啦齁。那当然我们今天呢，我们会员齁手中啊，今天有三档股票亮灯涨停板齁，我拿出来跟大家验证一下齁。来，元刚的接班人，昨天在节目里跟你讲的元刚的接班人打在侧标的2XX7就是元刚，昨天亮灯涨停板锁了30000张，今天锁了50000张，我持续的跟你验证，你这样子看它涨太多了，我每次都喜欢拿这个对周线图跟你讲，这个是底部起涨了，未来会不会金金涨，我相信你持续的在老师节目里面都在验证，但是严老师的会员买在起涨点，到今天的话应该都是大获全胜啊，应该都是大获全胜啊齁。来，创新高的股票越早进场赚的越多啦齁，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档齁，这个两级会员尊荣跟清代会员手中的股票齁，亮灯涨停板啊。第二档股票，来，这是我们单股会员的达新材料齁，继昨天创新高嘛，今天再度亮灯涨停板齁，今天早上也有发简讯给你啦，目前为止不是赚个10%、20%哦，啊，也不是30%哦，到底几%？我明天会公布啊。哦，这么标的股票，你真的赚不到40%，我也觉得很奇怪啊。哈，只有你买在起涨点嘛。啊，我们是大概是买在111.5这个位置区，啊，一路上来报到现在，还是一样持股续报。这是今天第二档，我们目前为止手中有的股票。啊，第三支哦，就是给大户、忠实户啦齁，因为最近来参加严老师会员的齁，这个超级大户特别多啊，我说过的齁，超级大户心里面只有想一个重点，我买下去的股票成交量够不够，因为他要买很多嘛。第二个，我买下去的股票未来会不会一直涨上去啊，其实只要符合这两个资格啊，大户、超级大户都能够接受啊，都能够接受，我公布一下了齁。今天亮灯涨停板的第三档股票是就是啊3324的双红，啊，这个是我们清代会员的，清代会员简讯里面都有送给大家的一个资料，来3689的永德，对不对？昨天亮灯
昨天亮灯涨停板嘛，对不对？看一下哈，来，这个代号是3689，来啊，昨天亮灯涨停板，今天再涨几趴？5%，啊，这个是送给你的，不用钱呐，啊，你真的买在起涨点的，我相信目前为止都赚钱呐，是不是？你看老师的节目啊，应该都看很久了，但是严老师只希望说你能够赚得到钱，你能够赚得到钱啊。如果说你之前你没有跟上脚步的话，未来你要好好想一想，啊，你不见得要来找我啦，但是我要跟你讲的非常清楚，你要去买目前为止在底部会喷的股票，啊，才会赚得到钱。就像严老师在节目里跟大家讲，啊，我不会恐吓你啦，我拿这个推背图跟你讲嘛，多方多方多方，有人喜欢去睡公园，你不要跟着走啊，回来，回到严老师的怀抱，啊，持续做多，啊，等到涨不动了，我自然会在节目里面告诉你，好不好？我们股票出新的就可以了嘛。好，但是出清股票之后，我不会去放空啊。我觉得放空的话，在目前为止，台湾的一个金融市场里面，它的时机点不是很成熟啊。好，所以说，如果说未来这波走势涨完了，好，那我就会挑一些它仍然在底部开始起涨的哈。我今天在节目内正式的预告哈。但是现阶段我们还是会去找一些新的股票，这个股票从低档去开始起涨，创高之后有拉回。好，有拉回的股票，你要站在买方啊。好，我认为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，对不对？一个买点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它股价从低档去开始涨，涨了一波又下来了嘛。那这个地方既然还有力道往上走的话，代表它会做第二波的一个攻击嘛。这个地方98块钱都买得到啊，开盘价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今天你要买的话就很困难了，对不对？今天开得很高啊，而且时间啊非常的短啊，对不对？这样子就两只了啦，啊，未来还会被涨，啊，你可以拭目以待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今天刚刚跟大家公布的就是什么？来，元刚嘛，今天涨停板锁的更多。你看老师元刚从什么时候开始看？我在简讯里面跟你讲，对不对？3月4号，哎，3月5号是昨天，对不对？哎，昨天嘛，来，你有没有看过股票4号？啊，3月4号、3月5号，包含今天3月6号，来，连续3天3根涨停板，连续3天3根涨停板，最强的红三兵啊！人家说红三兵，对不对？3根红 K 棒嘛，严老师的红 K 棒是怎样？红三兵是怎样？连续3天3根涨停板，我一定会拿证据给你看啊！严老师不会跟你啊睁眼说瞎话。来，这个送给你的资料是3月4号了，3月份最强的强棒出击啊，这个元刚嘛，今天的来看这边，一样两级会员，目前为止持股续报，啊，我今天有发简讯来看一下哈，早上的9:55两级会员，我还是强调再创波段新高不重要，重要是这档股票是底部开始起喷的，底部开始起喷的，如果说没有涨完。你还是一样持股续报，啊，你还是一样持股续报，我相信我的操作啊，一定都会拿证据给你看，是不是？你认为这样子涨完了吗？你每天看节目的，我相信你看到这张字卡，你没有感觉。等到持续上涨的时候，严老师还跟你讲，你要不要去买？啊，等到对不对？持续的亮灯涨停板了，你就紧张了，啊，这是昨天的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这是今天的，啊，目前为止会员手中还是有啦，持股续报啦，我相信我都是讲真实的啊，真实的操作啦，啊，那这两级会员，我相信你们今天应该会觉得很幸福啦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，来，这张股票也是我们单股会员有的哈，来，昨天的话是创新高，今天的话亮灯涨停板，啊，亮的部分并没有失控哦。所以说这个地方短线上面可能会拉回哦，长线的话还是看多，啊，如果说你长期看老师节目的哈，来，这个是3月4号，3月4号这个礼拜一，礼拜二的话是再创波段新高，今天礼拜三，来给你看简讯，早上9:11，单股会员就亮灯涨停板了哈，我还是要强调哈，这个股票还没有涨完，
短线上面可能会拉回，长线上面的话还是持股续报。来，给你看一下，没有关系哈。这是我们单股会员的哈，单股会员人数是最多的哈。那我因为达鑫材料今天亮灯涨停板，所以说我今天会开放单股会员呐、啊。因为有人跟严老师反映说，老师啊，啊单股会员很久没有开放了哈，那今天能不能开放一下？我说可以。啊，你既然这么喜欢，对不对？做完一档再一档，集中火力的话，这个观念其实跟严老师也是一样了哈。但是我这边我还是要再强调一下哈，一个投资组合两档股票就好了。不需要到第三档股票，啊，因为我们会员人数也比较多，我们都是集中火力，好不好？这个达鑫材料已经涨到，对不对？从这个潜伏底开始涨，涨到今天再创波段新高，我相信每个人都赚钱哦。但是你看到这一天的达鑫材料，你有没有感觉？一月份的达鑫材料，你有没有感觉？你只觉得说它从底部开始起涨，它未来到底会不会涨？你持续的看节目，对不对？你又觉得说老师这个好像不是很强啊。等到金金涨的时候，啊，拉尾盘的时候，啊，它来到主升段，它力量会更强啊，力道会更强啊，所以说对不对？你看礼拜一，对，今天礼拜三，老师你有没有卖？我没有卖，持股续报。我相信我的股票没有卖哈、哦，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啊。我不会说哈、哦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做不知道，不会。其实我在节目里面早就跟大家强调过了哈、哦。第一季的主流标，对，主流族群是什么 ？AI 啊，啊，我在讲伺服器的时候，大家还不认同啊，是不是？今天伺服器有没有涨？有涨哈，而且的话有大力多，今天的双红、旗红、散热的也是属于 AI 的、啊，是不是？啊，这个族群里面，你可以从头吃到尾，从头吃到尾。我们今天来公布我们第三档股票是涨停板的，来看一下，来。就是散热的3324的翔昂，好，我讲股票，我说我的会员有，我就一定会拿证据给你看。来看这边，今天3月6号清代会员恭喜狂贺双红，代号是3324，涨了57块钱，很大的一笔数字，从571块钱涨到628块钱啊，今天涨停板才628块哦，啊，你认为它未来会不会到700、800、900、1000？你从这张简讯以后，你慢慢的验证，严老师请你来验证，今天的收盘价628块钱，未来会不会到700、800、900？你慢慢看，拭目以待。就像我之前跟你讲，香港不到500块，你要不要买一下？今天已经来到600了，是吧？来，500块钱以下绝对买得到，因为最低的话到多少？483啊，啊，你不买就涨上去了嘛，500啦，是不是？啊，今天的呢？来，今天到600了哈，来600了哈，未来会不会到700、800、900、1000？啊，千金股 AI 如果真的够强的话，你认为1000块钱到得了？到不了，你自己看哦。我先讲哈，你自己看哦。我们今天就这三档股票涨停板啊，我相信哦，你是严老师会员的，你应该都很清楚了哈。我说这个你要操作这个高价股，你要来找我嘛，有没有？有吧哈。我最近我在节目里我就公开讲，我要把资金部分的挪到高价股哈。我今天在加码公布另外一档标股，来，另外一档旗红。我昨天跟你讲，旗红是再创波段新高，盘中上涨15块，尾盘大涨了31块钱。我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啊，它是多头指标，大盘涨它会涨，大盘跌它不见得它会跌哦。这种股票才叫多头指标哦。我今天免费的让你看今天的简讯，来，请注意了哈，来，3月5号跟你讲了，今天3月6号。旗红今天盘中上涨16块，收盘大涨了45块。涨16块的时候，我告诉你股价突破600块啊，股价已经突破600块，收盘价收在630块。好，周月这个不要看，看这边，这个你应该看得懂吧 ？MACD 柱状体向上，包含所谓的周跟日都往上走。我没有叫你卖哦，来，我特别帮你框起来哦。
持股续报哦，我请你续报大波段操作啊，你一定要报了。我认为这个股票今天收盘价630块，未来啊会不会到700块？我给你打个问号。你看节目的，你可以慢慢的来验证啊。其实这张股票我讲很久了啊、哦，来3月1号开始跟你讲，我要开始做高价股，哎，3月2号持续创高，来到今天呢、啊，啊，应该每一个人都大赚。那有人在问技嘉啊，技嘉，我今天正式回答你哈、哦，严老师之前做了2次技嘉。我说过做第3次的一个操作，目前为止技嘉已经进场了。我够不够老实？可以啦哈，啊，前面2次的操作哈，2笔单赚30%，好，我们现在没有准备了，我们现在已经进去做了，已经进场布局成功了技嘉。那你未来看，严老师手中有 AI 的伺服器技嘉，有2档散热的奇宏跟双宏，啊，这三支。啊，包含这个 AI 的啊，微影今天再创波段新高，包含这个设备类的宏硕啊，宏硕到1000了哈，对不对？你慢慢未来可以验证哈。JPPKY 来还会不会涨？今天再创波段新高 ，JPPKY 啊，这昨天拉尾盘的哈，今天再创波段新高，我都是事先讲啦，啊，我都是。事先讲哈，今天庆祝严老师啊，手中会员啊，股票啊，3档股票亮灯涨停板哈，我今天要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，好不好？我今天会开放我们单股会员的等级啊，那我让大家每一个人啊都能够参与，好不好？我今天给大家的啊条件，给大家最大的诚意，大家一定都可以积极的参与的哈。啊，双红哎，亮灯涨停板。会员持股续报，简讯在这边。达新材料目前为止，啊，单股会员每一个人都大赚。今天的简讯在这边，连续3天3根涨停板的，叫做元刚，史上最强红三兵，3天3根是最强的啦，没有人比他更强啦。红三兵就是3根红 K 棒嘛，这个红 K 棒不一样哦。3天是3根哦，来，今天亮灯涨停板看到了哈，来，我没有卖哦，我没有卖哦，好，今天心情非常嗨啊，啊，非常高兴啊哈，那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哈，我今天就开放我们的单股操作，好，也就是说我们一级会员里面的话，持股的档数啊，就是一档接着一档做，好，你看简讯的内容里面不要超过3档股票。最好就是2档来操作了，好不好？我今天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哈，今天你要参加我们单股操作单股会员的，你今天直接扫描 QR code 也可以，打电话进来也可以哈。严老师给大家一个最方便的哈，好，今天看到节目的啊，来听清楚哈，老师今天只收1个月的简讯费，只收1个月的简讯费，我直接服务你1年，全部单股的全部 VIP 这个送给你，但是只有限今天。好，只有限今天哈，所有的会期4月1号开始起算，严老师很大方，但是只有1天，好，只有1天，好，来只收1个月，服务你1整年哈，全部单股操作，下一档标股也在里面，直接拨打电话，直接拨打电话，啊，跟着我们一起单股操作哈，严老师给大家一个最好的哈，收1个月的简讯费，直接服务你，直接服务你1年，电话赶快拨。名额赶快 hold 住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《股动乾坤》。轮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
就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迟到了。看见行人行进路口，准备穿越道路时，汽机车应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哦，很慢嘞。行人已进入行穿线范围内，汽机车均应立即暂停，让行人先行通过哦。另外，在没有行穿线的路口，不管同向转弯或直行交叉，遇行人过马路，汽机车一样要停让哦。汽机车行经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叉路口，未暂停让行人先过，最高可处6000元以下罚款。停让一小步，交安一大步。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。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哈。那现在你要想的话，就是说你一定要去遵守这个纪律操作哈。那因为今年是大多头年，但是严老师也不会说叫你啊，就是随便买，对不对？反正随便买就可以赚钱了哈。那金钱的投资啊，还是要有那个效益啊，成本啊，这个很重要哈。同样都是选择啊，一定要找那种现在第一个条件就是底部开始起涨的，第二个底部买下去会喷的。啊，会喷很久的。当然，形态上面的话，你可以选择嘛 ，W 底也好，头肩底也好，对 ，V 型反转更好。哦，按照各位操作的一个习性啊，但是我的个性比较急啦哈，我喜欢找那个比较快的，啊，比较快的哈，那比较快反而比较安全啊。有人说比较快可能不是很安全，我跟你讲，比较快比较安全的原理是什么？啊，它涨的速度非常快，一下子就涨完了。哦，你只要有赚，大概3成4成翻倍。你要看个股的一个状态，你就卖出去就可以了哈。我还是要提醒一下，现在大盘真的涨很多哈，你现在的动作只能去买底部开始起喷的，还是要锁定主流的爆喷股，这个很重要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条件啊，发动点你去买，你买太早了，对不对？买下去不会动，你会很紧张啊。好，这个发动点。一定是均线纠结，带量上攻，这个地方一定有讯号啊，啊，未来能够涨多少，这个要由专业的老师来判断啊。但是你可以做到看准了以后再出手。我相信我在节目里面送资料，对不对？我都免费啊，别人挤你知道吗？3689的阿永德，啊，今天有没有持续大涨？来，有啊，今天持续的。昨天涨停板嘛，今天再创波段新高嘛，成交量放大了，对不对？要不要卖？随时可以卖，啊，你随时可以卖嘛。今天创新高了，你还说你赚不到钱？不可能嘛。这份资料2月27号，严老师送给你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应该都有赚钱了哈。你拨通电话60秒，黄金60秒，直接带回家。3月份跟你验证。我相信买的越早的赚的越多啦。如果说你都是在底部用看的啊，那你不会有任何的收入啊，不会有任何的收入啊，啊，这是昨天的啊，对不对？来看这边，这是今天的，是不是啊？那当然有人来问说，老师，这最近很多的股票都在关紧闭啊，啊，关紧闭关了，越关越大会。好，但是有一档股票啊，最近呢可能要关完了。这关紧闭关完了之后啊，它未来爆发性啊会更强，啊，这个昆盈最近也都是在关紧闭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捐资币很强哦，这个好像礼拜五要放出来哦，你要小心一点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庆祝严老师今天啊，3档股票3个灯，哎，双红亮灯涨停板，会员持股续报。来，目前为止大赚，
达新材料报到现在啊，30%、40%，啊，你爱赚多少来你就带回家。原钢3天3根涨停板，史上最强的啊，红三兵，要不要卖？不用卖啊，是不是？不用卖。未来的单股操作，今天严老师全线开放，好不好？你要单股操作的，你直接扫描 QR code， 你直接拨打电话进来。严老师今天给大家一个最大最大的诚意，错过了今天，你再等一年哈。先扫描 QR code， 先打电话。老师最大的诚意，今天只有今天，只收一个月的简讯费，直接服务你一年，全部 VIP， 全部单股会员单股操作，电话拨进来 ，QR code 扫起来，明天单股的部分直接通知你，我们明天见。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能动不动都在竞争，动不动就爱水蛮牛。轮名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就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